是全国外国人雇佣协会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工作呢，是 IT 的一个工作，他目前正在招5名正社员，工作的地点呢是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有乐厅站和横滨市西区的 Minatomirai 站，然后他的工资呢是一个月33.3万到10万之间，日语能力呢 ，business 绘画就可以了。然后资格和技能呢是特定技术的习熟和开发的经验。想要有上进心和能长期工作的人。这个呢是工作的详细信息。我们每周的1、3、5的上午11点和每周的2、4、6日的下午1点呢有工作的说明会，如果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就快来参加吧。